Hello， 亚伦先生，你好啊，好久不见，猜猜我在哪里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在酒店吗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看我找到什么重要的东西了？啊？哇，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会被我找到呢？怎么样，要不要飞回来我们当面聊聊？我简直太愿意了，给我点时间查查最近的航班行吗？不用了，我已经帮你查过了，明天东航最早一班7575。我真是太谢谢你了，千万不要把叔叔的东西忘带了。喂，亚伦总，什么？下午2点之前全部撤离艺术中心？为什么不进啊？这可是你的地盘，你怕什么？ U 盘都给你备好了，这事早完早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那当然了，可是啊，我这突然想了一下，不太想见你了。什么意思？和你相比，那我当然更喜欢看美女了。如果来的是那天我见的那个美女，那就更好了。不要跟我讨价还价，我只能见那个姑娘，否则这个万里霜大老远飞回来，我可不保证她缺个边少角的。按我说的做。还有，让你的同事通通离开地下停车场，不然一切免谈。